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次我们同上期也是来录一下这款恐怖游戏。这次选的是这个《Rules》，啊，这款游戏是入夜后啊。哎，那么大家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，好吧？梦游人的声音，拿个头啊！天。拿到了这两样东西啊，就可以开一下这种声。这个游戏全程无高能的。Who was that？ 哦，就这一个高能，对对对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又可以给你拿到两个这东西。这个是 camera on， 一个 camera off。这边有两件这东西。先拿这种的，穿上了。为什么出生时候会戴个南瓜头呢？这款游戏反正没上款游戏吓人，那个安妮的实在太吓人了，打不开啊。咱先下楼吧。这个是还比较简单的，就两层楼，夯不啷的，夯不啷的两层楼。我读我手，我读我手。还有什么东西没有？看看啊，这里发现拿到了一把钥匙，拉杆，发现了一个 key， 发现了一串跟钥匙。好，这里我们再拿到两个 camera， 就是 camera 肯定是足的，三个鸡腿肉，一块蛋糕，后面收掉。我们是 open the garage， 我再弄这个东西干嘛？又拿到一把拉杆，这应该是 basement 的 key 了。旁边的 basement 去看看，又拿了两样这东西，啊 ，They killed me 2 years ago. You, Lucy, is that you?再用一个夜视器，我们要把汽油放进去。Basement。把这个组织一下，这 Goslin 是主语，放第一个。I'm in the kitchen， 在厨房。
storage room instruction for generator put three garage on it哦，知道了。租的一个箱子是，最里不还有一个箱子？我天！再改回生存吧，这样没啥东西了，那我也是死心了。看什么棕色的有糖瓦，什么东西？这么多东西，收了收了收了，够有用的。这不栏杆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storage room key 这好像要返回，两个有一个 storage room，然后我们去取一下，好像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什么汽油好像是。告诉我，骗子啊！怎么就一个告诉我？这里就不想让我通关了，坏组织。
不管，我们创造模式来。第一，创造模式的话，我一个可以变三个。不是这个问题。这边这款游戏我们也算通关了。我们也找到了这个东西，这款游戏自己有 bug 不是我的问题，作为自己的问题。这里了。